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姐姐。我今天来到了永和山水库。因为今年台湾严重干旱，所以一直想来水库看个究竟。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了解一下台湾的干旱情况吧。水深危险，水都没有了还水深？以前都满满的。你忘了今年干旱？你忘了？去年都来了干旱。对呀、啊。可是我们没来不知道吧？台湾干旱很严重，今年。严重哇，好严重哦！天哪！水库怎么会变这样？从来不会这样。从来没有这样的。十年都不会这样，还是百年都不会这样？不知道，人家也我以前来过。我看台湾真的，真的哦，很危险。太严重了，你看。你水都没有，像我们工人用水都两边在流水，有时候我看到我一边跟他关掉，那我礼拜一去要跟他讲。跟那个师傅讲，不要浪费水啊！可是八公那个女的去煮都是水一直流啊。行啊，像现在我们也是，那个水不能浪费，如果拍到了还要罚钱。他都没人管啊，以前台积有呢，有限制呢。台积电是有限制啊，每天你下班之后还要拍照。就是你的水阀已经关好了，让大家知道，然后还要上传，要不然就会罚钱嘞。真的蛮严重的哈、哦。哎，走这边啊。你拍给他看，他还不相信哦。要拍啊。对啊。拍回去给人看，人家才会知道。要省水啊、哦。对。今年我去那个，我认识了一个大叔，他家里面不是有鱼塘吗？你没有在每年我都去，今年我去鱼塘都干了。在哪里呢？在二重埔啊。二重埔哪里？二重埔那个有一个池塘啊。那边。哎，我不会讲了，但是我找得到路，我下次带你去啊。对呀，你没有讲。他那个养了很多鱼，但是现在水都干了，鱼也没有。意思啦，水资源也很重要。对呀。今年那个稻谷第二季也是干旱了。这头发比较湿。头发那个更干了。对啊，这是水库哎，生命之源都干成这样了。对啊，完全陷下去了。没有了，它是整个台湾的水库都干了。对，不是说你知道这边的水库没有水，石门水库那边一样没有水啊。今年没有台风，然后又没有下雨，才会这样啊。你看，完全那个水完全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很夸张嘞。我多久没来了？我搬去。你不来你还不知道哈、哦。走吧，我们下去看嘛。那不可以下去。不可以下去，我们就在那个边边呢。现在浪费水，旁边可以看。我们现在浪费水罚钱呢，要很严重。上次那个洗碗的阿姨，她不是用机器洗碗吗？机器洗碗，那个用机器冲水啊，她忘了关水啊，一整晚，然后影响所有的人，就是因为她这个举动，就造成大家所有的人，每天拍照。拍照然后上传，上传到统一。没有了，那是因为事情还没发生。如果有一天有人忘记关水，就会发生，那么就会越来越严格啊。你知道干旱最可怜的是谁吗？农民。种水果。水果的。种稻谷的，尤其是水稻就需要水啊。走吧，我们正从那边再绕过去看。嗯。好。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么干过啊？是啊，从来都没有那么大哥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水啊？这水库是不是干旱？都没水的。去年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水都满满的。去年我不知道，几年整个水陷下去了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嗯，都没水。天哪！
那是那这里面的鱼呢？你知道有象鱼吗？以前还看得到鱼哦，看得到。白白的鱼，你看，哇，陆地都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对。以前这个像这块是全部淹起来的。变弯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全部那些小丘小丘都出来了，你看树就知道啊，树只要是树跟下面以前都是淹水的地方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像这个象鱼要怎么办？你知道象鱼吗？哪里？象鱼你听说过吗？象鱼很大很大的鱼啊，不知道，就是像比牛还大。哪有这样的？真的，人家遇到过啊，是啊，亲自跟我讲的。还是台湾人跟我讲的啊，他就是、嗯、他就是在那个水库里面游泳啊，他就是、啊、看不到啊，哎呀，那拍了一下差点把他打晕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去水库。是啊，对啊，像那个山丘一样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那样子啊，有看到的看到象鱼的不是一个两个人哦，我听好几个人讲过这个象鱼的事情啊，但是我就很担心了、啊、这个象鱼怎么办呢、啊，还是没有了。但是象鱼他们说那个物种是人家以前养鱼养着养着不想养了，然后就放生了，放生就对就变这样了，它是品种的原因了，长太大了。哇、哦、这个水库真的是，再不下雨的话还怎么办呢？明年的话下也下一点点，下也下不大。对、啊、也下不大。这个就是存水的地方啊，你看存水水库都这样了。对呀、啊、它就是水库啊。对呀、啊、我知道它是水库啊，大家喝水用水其实都是用水库的水、嗯、就是水库下去的，它的过滤下去的水。哎，真的不能浪费水了。我们一天还抱怨说啊那么麻烦，还要用水，用水还要限制。不是这样的，原来都已经这么严重了，我们没出来看不知道。就是不知道。对啊、所以说常常要出，我有街要出来玩的。对啊，你才知道真的有厉害，对啊，严重。我没有，今天没想到说叫你们上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我是知道干枯啊。我不知道。上次有一个大哥他跟我讲，他说就是因为今年干旱，那些农民的庄稼都有补贴了，不多了。还有小鸟在那个，你看还在玩水。对啊。对啊，也是没有办法。小鸟它也要玩水，对啊，那变这样，对啊，也没办法，那怎么办？这是上天啊，是老天爷说了算，老百姓也没办法，除了省水还能怎样？对啊，老天爷没有下雨。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三区管理处，啊，这是上水是吧？台湾自来水，我知道啊。台湾的有好几个水库嘛，一个宝山水库嘛，有南北也有。对，宝山水库出水的地方，云和山水库，石门水库，石门水库也很大哦。对，石门水库，南部的就是那个，南部南水库也有，鲤鱼潭啊，还有，鲤鱼那边的什么水是列成台北的，什么水库的、啊、南部的，南部有几个水库。嗯，南部有高雄有中部的啊，反正全台湾都干旱了。南部的不成，南部的没有办法看到水库。鲤鱼潭我去看过，也是干水啊。鲤鱼潭上次我去还很多水啊。你什么时候去？去年、哦。那是去年嘛。去年从那里过。对啊。看到水还蛮多的，绿绿的。嗯。今年完全天哪！你看我们从这边还看不到水，看不到水，全是那个堤，全都到那里去的。对啊，白线那里啊，看看有多可怕。你看，还有一点点呢、啊。以前是在那边呢、啊。哎呀，那痕迹有吗？痕迹啊，黑黑的啊。白白那个。白白是最高的。一横一横的。对，白石那个白线是最高的水位。哦，黑黑的是平常的水位、哦、现在就没有水位了、哦、就是这样看起来很漂亮的、嗯、这样是看到水地啊。对啊，看到那里有点错层的感觉，一直一直一直。对啊，但是不干旱你也看不到这些。
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有啦，以前他们就是喜欢在水库钓鱼，偷着钓，跑到那个森林的地方，有树木的地方藏起来钓，很好钓。对啊，我听他们说钓的那冰箱都堆满了，有些专门来水库钓鱼卖。现在谁要钓？你现在你在哪里钓，人家一眼就看得到了。对啊，以前他们钓是躲在那个树林里面钓，那是水位比较高啊。现在都没有水位了，你还敢钓鱼？是找死的，这个人不能离开水资源。我们人什么都不能离开啊，空气跟水这个很重要。水电，对，好质量的空气都很重要。像这么想到会这样子哈，那肯定限制。一个礼拜要填几次水？那这变天也快啊，刚刚就是很大的太阳。我还后悔没有戴眼镜，啊，都不会一直下雨呀、啊，下的雨就小小，那一点也不起作用。好几天哦，以前啊，地都不会湿。对呀、啊，下好几天，水库都满的，以前哪里都淹水啊，现在都不是了，没有水。你还淹水嘞、啊？都干旱了还淹水？它类似会像外国的，啊、外国都很干很热，有吗？对啊，就慢慢就像了。还有一些树啊，水里面的一点点树啊，长在泥土的会干，会死，会死啊，被水淹没了。但是它以前应该就长在水里面吧？对，哎呀，就这样。